好，我们首先请国泰金控的代表队挪威的森林派出一位同学，也请国泰为他们加油。好，还有黑松的代表队 Great， 请 Great 也派一位同学上台，也请黑松为 Great 加油。好，以及和泰汽车的代表队 Triple B， 请派出一位同学。好 ，IBM 的代表队 T Issue， 请 T Issue 派出一位同学上台。还有 Husco 的代表队龟派气功，请龟派气功派出一位同学，也请 Husco 为他们加油。好，王品的 Mob， 请派一位同学上台。王品，也请王品派出一位同学上台。我其实刚刚都被你们吓到，好可怕，突然爆发。好，很好，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。那我们现在请抽签小女神出来帮我们来，那你们就直接从那一位同学开始一个一个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摊开你的数字，然后往观众席展示，稍微往下一点让大家看一下。好， OK OK， 好，没有，先继续拿着，继续拿着，继续拿着。 好，那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呢，王品集团你们的队名是 MOB。 好， MOB 是第三位哦。那请问你们是龟派气功。好， Husco 的龟派气功是第五位。再来，我们是 Great。 好，黑松沙是第二个。我们是挪威的森林。国泰金控挪威的森林第六。我们是 Triple B。 和泰汽车 Triple B 第一。我们是 T Issue。 好， IBM 的 T Issue 是第四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重复的帮大家也跟评审重复一下我们现在的顺序，也请各位在评核表上稍微记录一下。第一个是和泰汽车的Triple B， 然后第二个是黑松沙士的 Great， 第三个是王品集团的 Mob， 然后第四个是 IBM 的 T Issue， 然后第五个是 Husco 的龟派气功，第六个是国泰金控挪威的森林。好，那我们请第一组的同学先由专人带往后台准备。